你好，我是沈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看》。每周都有的双休日，你是不是还只是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呢？不愿意去到户外长途跋涉旅行的话 ，Resort Casino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也许啊，下一个周末你可以完全的带上少许的钱，去以下的 Casino Resort 转一转，试试手气，了解一下 Weekend Getaway 的生活。这里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几个最有名气的 Resort Casino。Number one。首先，让我们先从加州的南边开始说起，为你介绍的就是 Harrah's Resort SoCal。说到了，这里就是星级名厨 Gordon Ramsay，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他在 Fox 的 Master Chef 以及无数的电视节目当中，通常都是扮演个狠角色的。而这一次在八月中旬也会开设他的招牌餐厅地狱厨房 Hell's Kitchen， 在 Harrah's SoCal 是地狱厨房的第四个据点，而其他的地点呢，就位于了杜拜、拉斯维加斯以及 Lake Tahoe， 加上新的市长 Jen Lynch 的全新无酒精的鸡尾酒菜单，纯素的佳肴，还有两项量身打造的 SPA 护理以及市长热线 ，Harrah's Resort SoCal 值得一去。Number two。Pechanga Resort and Casino， 你以为啊去到赌场就只是能够赌博吗？那你可就大错特错喽！今时今日的赌场啊，可以说是全家同乐的地方。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以重新打造的星级酒店客房迎接这个夏日，而 The Cove 水上乐园绝对是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唯一选择。在南加州温暖的天气之际，社交媒体上面关于 The Cove 水上乐园的查询还有留言就变得是更加的迫切了。拥有四个豪华泳池、三个水疗、两架旋转水滑梯以及27处池畔凉亭的 The Cove 水上乐园，占地的总面积竟然达到了4.5英亩，它是休憩、纳凉还有享受阳光浴的理想选择。当然 ，Don't forget， 能够让所有女士们焕发身心的大庄家水疗护理中心也已经开始接受预订了，里面的护理项目包括了水疗、美发还有美甲，提供的服务呢甚至还包括了面部护理、按摩以及其他的身体理疗，不但能够缓解压力，还能够达到全方位的身心放松以及安宁。Number three， Yamab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现在的 Resort 以及 Casino 除了赌博之外，一般都设有剧院，提供精彩还有各式各样的秀，如像是美女秀啊、猛男秀啊、魔术秀啊等等等等。除了各种秀之外，很多赌场都会请歌星来演出，举行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除了秀还有演唱会， Yamaba 还设有旅馆、健身房，再加上各种风味的餐厅、酒吧，还有赌场里面的酒也是免费提供的哦。这里当然也成为了许多人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所以去到 Resort and Casino， 很多人都是为了放松一下、快乐一下。如果觉得南加州的天气真的是让你热到受不了，没有关系，北加州的凉爽天气可以让你避开这个酷暑哦。真正为你介绍 Number Four Sky River Casino 天河大赌场。天河大赌场是拥有面积达10万平方尺、2000部的老虎饺子机、80台的桌面游戏、扑克牌，甚至是高注码的贵宾厅，还有17家中西餐饮的食府，其中就包括了高级的牛排 SR Prime Steakhouse、日式料理 Fukuru by Crew， 以及一站式的美食广场，让你可以畅享环球的美传，体验不一样的美味。Sky River Casino 为了北加州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娱乐圣地，17家的中西著名的餐饮食府更是精心准备了各款美食，呈现登峰的飨宴，体验美食新境界。著名的中式餐饮食府像是俏龙轩，就秉承了港粤的饮食文化精髓，提供了火锅、港粤精品点心美食以及亚洲的啤酒等等，可以说是完美呈现了粤港澳地道的美食了。 SR Prime Steakhouse 在温馨典雅以及浪漫醉人的环境气氛之下，可以细细的品尝鲜嫩美味的牛扒，一定能够满足美食家们的挑剔味蕾。 32 Brew Street Gastropub 酒吧特色的手工啤酒是让您放松身心、享受美好时光的好去处，而家喻户晓的中式餐饮鲤鱼门 Express 提供了多款的亚洲风味特色的饮食。 Furuko by Crew 提供了地道的日本料理以及
精致美味的寿司。 Ocean 甚至是提供了实力的生蚝还有美味的海鲜，还有 Aurelias 墨西哥美食家 Yael de la Viasa。 世界万物啊，唯有美食以及游玩是不可辜负的哦。对于爱吃爱玩的人来说，吃喝玩乐就是人生。那么下个周末是想好要去哪里吃大餐了吗？聚会又想好要去哪里喝上一杯休憩小歇了吗？以上的福利包速速领走。 Oh my god， 不得不说啊，这一次的吃喝玩乐绝对是嗨翻周末，预吃娱乐，赶紧的跟上了，出发了。